倪老板，一是时你已经绣了腰带，这二是又是腰带，你不觉得重复吗？各位执事别急，我还没展示完呢。两只不相包吗？各位请看，相包为什么挂这儿啊？呀，这是组成了一个图案呀。这好像是一对龙凤玉佩。是啊，我这些配饰可以组成不同的图案，代表着不同的寓意。袁大人，下官本不该深夜惊扰大人，只因这苏氏的颜文秀胆大包天，私闯库房，损毁御赐布匹，我们瑞元不敢擅自处理，才来烦请袁大人定夺。你就是苏家少奶奶？损毁御赐之物该当何罪啊？轻则杖罚50，重则斩首示众。